聆讯结果于温哥华时间周二下午3点公布。法官在宣布16个条件后，准许了孟晚舟的保释请求，其中包括孟晚舟的4位朋友及保安公司负责人为孟晚舟提供的总值300万加元的现金及物业。孟晚舟本人提交的700万加元现金作为保释金。孟晚舟及家人将居住在她和丈夫在温哥华西区28街的物业。法官限制孟晚舟晚上11点到早6点必须留在住所，每周需向保释官报到。法官表示，逮捕孟晚舟是基于美国的要求，而美国目前还未提出引渡要求。加拿大如果没有在限制时间内收到美国的引渡请求及证据，孟晚舟会被释放。而律师就表示，根据引渡法，如引渡要求涉及政治原因，则不能被接受。被指控的这些行为是不是带有政治色彩，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那这些的行为，美国的这些法律，加拿大这些法律，假定有的话，是不是有政治色彩呢？非常复杂，非常复杂，就没有一个明确的法律的定义，规定了哪些是属于政治色彩的。那最后，司法部长对于这个问题的性质的认定，他有很大的自由裁量权。法庭外，有华裔民众高举释放孟晚舟的标语牌，法官宣布批准孟晚舟保释时，法庭内外一片欢呼和掌声。法官表示，准许孟晚舟保释主要基于她在中国及其他国家均未有过刑事犯罪记录，其本人愿意居住在温哥华，有符合条件的担保人，以及考虑到孟晚舟的健康状况。华威公司在孟晚舟获释后发表声明称，首席财政官孟晚舟女士近期在被加拿大当局代表美国政府暂时扣留之后，今天法庭作出判决，同意保释，相信加拿大和美国的法律体系后续会给出公正的结论。孟晚舟于温哥华时间晚8点左右在护送下被正式释放，并离开了法庭。经过3天的聆讯，孟晚舟成功获得了保释，而接下来她将面对的是一系列引渡的司法程序，而律师就强调，这将基于美国所提供的证据。凤凰卫视祖克勤、李东尼、黄山、温哥华报道。